要找个方法麻醉自己，用最低的价格你去躲避，廉价买张机票却没有真正目的地。若要尽情算法你必散心，或要不忧放肆胡乱旅行，廉价买几张机票马上出行。只身飞走不带任何行李，看似轻描淡写挥挥相臂，再飞两三次或会忘记。若要释放抑压逃避记忆，大概可将感觉盲目束缚，买几张机票放任飞行。无免费飞机餐，无免费行李，无免费洗手间，无免费睇戏，只是只身飞走不带任何行李，看似轻描淡写挥挥双臂，再飞两三次或会忘记。最低消费都爱地，坐着上机以为能远走高飞，几千里了伤心地，我全部爱仍留在故地。无免费飞机餐，无免费行李，无免费洗手间，无免费睇戏，这风飞走不带行李，轻摇淡写挥挥双。